我追凶手去了，但是让他跑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冒险？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老家出事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美娇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跟生病了似的。啊，你快救救她，晕过去好久了。 对不起，美娇，是我不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哼，算了吧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告诉你，神木族出事了，那里也出现了毒蜂群、百木枯萎，神树也不见光辉。你快回去看看吧。这么严重？嗯。云长，之前我就知道，神树枯萎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但是一直当耳旁风，我现在得回去一趟。 我陪你一起去，太危险了。那就更得跟你一起去了，走。